那咱们就是我需要什么定妆什么的吗？还是？对，那个一会儿化妆老师都过来了。哦，现在大概几点过来的？因为咱们得抓紧时间，我感觉今天其实任务还挺重的。但是还要等天光。啊，等天光吗？对对对，早上拍不了。然后那个人影这会儿不差一步，就提前好。啊行，来淡妆，然后不用紧，那到时候反正晚上他自己会展出来。哎，到时候拍那个，就是一对情侣上车的时候，那到时候怎么拍？你分开拍吗？还是？分开拍。到时候能找个人接他位置吧。行。他那个没有上车的过程，就是、行，动作记一下就好了。来，出来就是那个已经在车上了。嗯 ，OK。因为在车上的时候他是清楚的，然后旁边那个坐的那个车是不清楚的。行。然后到拍完之后，再补给你，再回给你。OK。那这个也是双拍嘛？就一个拍我车里，一个拍我那边的嘛？对。那行，到时候会接待位。那你是要接一个我从车上下来，还是直接？不接，就是别这样的啊。好。拍照。哦，这 OK， 这可以哈。对，可以。好，这。锁上了。我以为人头发加了脸了，突然让你进去拍照了，直接拍他的对吧？所以正常反应加速走。我当时在看手机。给他手机，你之前让我这么隐秘去跟随他一下，对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太热了。行。递进的一个状态吗？浪漫开始了，好，顺开机。14场，一进二次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现在就
恭喜豪哥上车！辛苦辛苦，谢谢。来吧，游乐园里拍一个。三二一，上！